服装自己搭，对啊，造型自己做，好厉害。我们男生很简单的、啊，女生就要比较好厉害哦。嗯，因为你看男生有时候就披头散发，有可能搞得很厉害，但是你衣服一定要 smart， 你配件是不是？连吉他这样在刷，而且我那个吉他是漂亮的，客制化，我自己设计的，记得到了。想不到选这个剁手，你有看到我表情吗？我知道。对呀、啊，不灵不灵的。啊？不要。没有不要。再见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帅哥。没有不要。嗨，你是我好听。好听。谢谢。老师可以再大一点点吗？我能请你帮我再大一点，因为这个 live 的，所以有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那个，这是 live 吗？刚刚都不是 live。啊，我杜姐。刚刚都不是 live。嗯，那是壁虎。降不下去了，升半斤。选这个干嘛？选这个干什么呢？这音域差那么多了。Come on, baby. 来，小妹妹你好，妹妹你好，弟弟妹妹。整个也要练来的。啊！半条。上次谁来你又恋爱了？他是第三棒。就那个红衣军嘛，红衣军蔡家珍嘛，反正跟我恋爱过的都会得金曲奖。OK， 那你要不要？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